다시 될래? 오, 오 다시 될래? 다시 될래? 러시아로. 아, 예예. 치솔이시하. 아, 예예. 저 냥차리. 나는 너와 비슷뇨. 너와 펜솔라. 응. 选择做了很多年吗? 选择做的是现在做了10代了。哦，那是。从我是我爷爷以前就做了。那是了。现在我儿子也会做。那是。因为地区也有选择。 巴塘也有选择，芒康也有选择，是吧？是不是都不一样啊？选择说有一点不一样，巴塘那边的线是有点大，这种线是长也有点长，嗯，大也粗也有点粗，这个杆也有点长，嗯，这是什么皮现在？这个是马皮，马皮啊，哦，马皮，你能不能做一个这个皮？<笑> 这个帖子来了。宣子是流行于康巴藏地的艺术瑰宝，是我们表达喜怒哀乐和对生活感悟的语言，也是我们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陪伴。 哎，弄好了，哦，声音很好，声音很好，不错。 能帮我们拉一个曲吗？哦，对不起，我的手不方便，这个手指头拉不成。手是那个做弦子的时候，哦，做弦子刚刚的时候，刚开始的时候不小心来锯掉，哦，对对对，锯掉了。生命来自土地，只在朝夕间漫步徘徊。 生命挥洒泪水，只在呼吸间人中道别。陈寿老师，他从爷爷辈儿，他的家族这个脉络传承下来的这个文化，他就应该是和音乐和这个制琴在一起，这是他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。所有的艺术，它都从土地而来。如果我们没有劳动，没有土地， 我们就没有艺术的诞生。这种传统的乐器，它本身带着生命，这就是生命艺术。过去的这种古老的艺术，它的生命可贵，就是说人与人、人与自然更加的密切。 老师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扎西德勒，扎西德勒，嗯，扎西德勒，扎西德勒，是你来的，对对对，是我，对对对，记得了啊，记得记得，那平时工作就是，平时工作就现在到那个林业站嘛，啊，护林员是护林，对护林，嗯，差不多明天要去。
山上，明天要去山上。今天去刚下来。一个就是防火呀。对，防火。有没有打猎的啥？有时候背着绳子，坐着无聊的时候拉拉绳子。哎呀，绳子在你生命中那是很重要的。 拉的这么好，是有老师传承的吧？是几岁开始学的？我刚开始学的时候是十二岁吧。十二岁。没有，跟我学古典吉他一样，我也是十二岁。哦，七八岁开始就喜欢这个弦子。大人拉的时候是我不会拉，然后跟着他们一起去跳，然后在嘴巴里面就弄就这样。那时候是。 条件也差嘛，是不是？连自己的弦子都没有，还是跟那个那些大人们，他们不拉的时候，吉祥啊，一样的。以前的话就把它一个当做，好玩嘛，是一个当做玩具嘛，是不是？后来就这就是你的几个人都被我传下来，是不是？我也真心努力。 也是一个爱好，也是一个传承嘛。东布拉是哈萨克族的乐器，因为哈萨克族呢是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嘛。 音质比较低一点，所以我个人认为它就像风筝和风筝的线一样。那么弦子可以飘着，那个风筝的线就是东布拉可以给它一个中心的这种核心。神鼓在青海的热贡，它祭祀的时候用的，当地的藏历六月会还有保留了原来最原始的这种祭祀方式。 然后祭祀的时候，他用这个来跳一种神舞，来迎接这个山神的到来。这个弦子一个来历，听说牦牛那个，牛角，牛角，牛角琴。 牛角琴最早是一种生活工具，它不是属于一种乐器和演奏表演性质，就是挤牛奶的时候给牛放松。老先生曾经拉的时候说，有些牛都会掉眼泪。小的时候呢，那弦子这个是一个伴奏，过年过节的。 时候还要办婚礼的时候，大家围着一个大圈，跳旋子舞的时候，那几个人坐在一起，天天聊天也不行了，然后拉一下弦子，又跳力了，又坐下来，又开始聊天，用音乐来融合和谐，让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。 Gala sergaro ya nam la chong sero.
Sin ba shor tong ma